这到底什么情况？系统，你给我出来，还我神豪的生活！系统，快出来！我错了，我不抱怨了，我要回去，我要找我的姐妹花，我要找我的千羽，我要啊！我的头好痛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丁，正在融合宿主记忆，宿主灵魂穿越受损，为了宿主安全，系统将宿主记忆封存，融合成功。祝宿主在这个世界中玩得愉快，宿主，咱们稍后再见。嗯，刚刚发生了什么？我怎么没有印象了？对了，今天是我跟小丽认识2周年，这么愉快的纪念日，我一定要跟小丽求婚。小丽，你来了，今天是我们认识2周年，我想。十三，别说了，我们分手吧。小丽，你在说什么？为什么？我妈说了，你家太穷了，不但没房没车，还有个受伤的父亲。小丽，你在开玩笑对不对？我们交往2年了，这2年不是一直很快乐吗？怎么突然就……十三，我已经决定了，希望你不要为难我，就这样吧，我走了，以后不要再联系我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这到底是为什么？老天，你为什么对我如此不公？1周前爸爸出车祸成植物人，除了姑姑，其他亲戚见了我如见瘟神一样，而今天谈了2年的女友也跟我分手了，老天，你是要逼死我吗？啊，这到底怎么了？我的头好痛。嗯，这里是哪里？我记得刚才晕倒了呀。恭喜宿主获得每日任务系统，系统绑定完成，您将会获得新手任务。系统是啥？为什么我觉得系统这个词有亲切感？系统，你在吗？每日任务是啥意思？丁，本系统会每天给你发送一个任务，只要完成相应任务，就会得到一个神秘礼包。连续完成7天任务，外加一个豪华大礼包，连续一个月不间断，会有意外惊喜哦。宿主完成每日任务，会获得金额1亿。一个亿？系统，你确定是1亿？是的，宿主，确定是1亿。另外，系统分为3个阶段，每阶段10级，当前系统为初阶1级，这是宿主面板。系统，我还是觉得你在跟我开玩笑。1亿赚钱这么容易？或者说你发布的任务会要人命？我不信。系统从不撒谎，宿主若是不信，可以完成今日任务就知道真假。今日任务，找一个年纪相仿的女总裁，主动向你表白即可。卧槽，你这个任务还不如要我命呢，年纪相仿的女总裁还向我表白，你逗我呢？系统，我能更换任务吗？不能，每日任务发布宿主必须完成，宿主1个月有2次放弃任务的机会，超过次数系统将自动解绑并且抹杀宿主。我有理由怀疑你是在恐吓我，这个破系统发布的是啥任务？本系统跟宿主绑定，所以宿主内心想什么系统都能知道。感觉就像做梦般，可眼前的任务又证实了刚才的一切都是真的。哎，不管了，先回家吧，这样的任务作为一个屌丝的我肯定是没法完成了，回家洗洗睡吧。这么快就见面了吗？宿主，你一定努力做任务啊，这样你才能回到原来的世界中。为了保护你成功穿越，本系统也被迫分解，如今只能靠宿主完成任务来升级了。美女，你怎么了？需要帮忙吗？我爱你，快带我离开这里。啥？美女，你别逗我了，今天可不是愚人节啊。我爱你，快点的，没时间解释了，带我离开这里。看来这位美女一定是被人陷害了，要尽快离开这里。美女，你家住哪？我送你回家吧。喂，美女，算了，醉成这个样子也问不出什么来，先带回自己的出租房吧。怎么办？她这吐得到处都是，衣服肯定要洗的呀，可谁帮她脱衣服呢？不管了，这样肯定是没法睡觉的，我只要委屈一下子了。呼，这也太折磨人了，我还是第一次帮女孩子换衣服，还是个陌生美女，她醒来不会要找我麻烦吧？你说这叫啥事？我自己已经够倒霉的了，没事还去惹这破事。丁，恭喜宿主完成今日任务，奖励1亿，并获得神秘大礼包1份，下是云顶山豪华别野1套。宿主当前属性值增加，系统等级初阶1级。什么？任务完成了？难道说刚才抱回来的这个美女是个总裁？这也太扯了吧！